你知道吗？当无常来的时候，我们跑都跑不掉。无常，那是什么？也就是说，没有一件事物是恒久不变的。你看这天气，刚刚还那么晴朗，现在就乌云密布了。我们生活里的每件事也是这样。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灾难会找上门呢？既然这样，那我们不要让无常追上，不就好了吗？每天的脚步要再快一点，看书再快一点，眼花了，吃饭也快一点，老板，过来一碗，开车再快一点，快，还要再快，累死我了，这下子无常总算追不上了吧？你这样只会提早到达生命的终点，傻孩子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只要你活在当下，生命便充满无限希望。把每个今天都当做最后一天，充实的过。如果每天都有面对死亡的准备，那还怕什么呢？